早安，我们现在要从因特拉肯去苏黎世，然后现在是早上的7:40而已，所以就是街上没有什么人，但是超漂亮。我们刚刚从特拉克，然后因为我们要去附身，所以我们在苏黎世转车，然后就有2个小时。所以我们就去附近的Aldi买午餐，然后坐在这个很漂亮的公园吃。我买了这个三明治，不知道是什么口味 ，Lux 也是鲑鱼的。给大家看一下瑞士的公厕，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是不是这样，但是我觉得很酷。就是如果女生的话，你想要坐你就拿下来，然后这个是冲水，然后这个你按一下就是可以有那个吸收乳，然后按一下这个就是在这里吸收，然后这里有吹干的。超厉害，就是这个小空间可以用超多东西。我们现在吃完我们的小午餐，然后我们要去苏黎世大教堂。我们现在到慕尼黑的饭店了，然后拍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是他附的瑜伽垫，然后挂衣服的地方，然后有一个全身镜。他这个房间超级 modern 的，然后之后这个是
safe， 然后一个柜子，这超赞的，它超级多镜子，然后这也是它的厨房，它的厨房有烤箱，然后这里也是那些餐具，冰箱，冰箱很大，然后也有冷冻的地方。它厨房这里跟英特拉肯有点，它是这样一拉开，它的抽油烟机就会开始。然后呢，这里有可以开灯的地方。它这里有提供两杯咖啡，然后两杯绿茶跟两杯红茶，然后糖包，然后这个奶精，跟它里面也有附盐跟胡椒，所以如果你短期来住的话，其实你不用特别，就你想要煮东西，你就可以用它的盐，它的盐包也提供蛮多的。然后这里也是有一些就是碗盘啊，然后杯子的地方，然后这个是洗碗机，然后这里就是一样是那种德国家庭的样子，然后房间就这样，真的是超时尚。然后电视，它电视也很多台，然后这个也是另外一个，这个是可以烫衣服的，运动跟吹风机，然后一样床头柜有充电的，这样。好，然后再带你们来看厕所。Hello， 又是我。厕所就是没有特别，但是就是也是很干净，然后淋浴。好，带你们去看阳台。阳台出去就是这样。它其实超像宿舍，它这一整圈都是这个饭店的地方，然后下面就是有中庭，然后超级漂亮，就有很多沙发可以躺，然后这里也是，这里有一个餐厅，然后厨房，然后那里是柜台。然后它这家很酷的是它的 WiFi 跟密码是写在电视里面，然后如果你有什么不清楚的话，你可以按这个，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关于饭店的介绍。